说这个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哦。嗯、那接下来这一位真的是努力了十年，哇，为了要让他的表演被看到，所以来到钻石夜总会，哇，很感人哦。嗯、我们要欢迎这位算是贝贝吗？也不算，对不对？林先生，好不好？欢迎林先生出场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哇！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好，李传奇，哦，李传奇先生，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，好，我在，我的人，职业，清洁工，清洁工，哦，清洁工，有扫把吧？扫把，有扫把，用不用 ？OK， 用不用 ？OK，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节目是。雷神特技，好了，开始了，好 ，OK， 好吧，请开始，来来，加油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加分了，哎呦，哦，复古的服装很赞，那个服装，演法，哎，传奇大哥，他没有接受过正统的。这自己训练自己了啊！这自己训练了，自学了。好俏丽的表情啊！还有舞台效果。好。看表情，看表情。对啊，好厉害啊！他的表情十足，你看。我的，我的灿烂点。有料。酷。超有喜感。十五岁，然后从二十五岁之后，无意间觉得很好玩，开始喜欢。